机关侦查员跟警卫队留下，老王，你带特务队跟治安队到那边去埋伏。好，肖连长，有，走。张海燕，走。处长，处长，那我呢？他啥意思啊？哦，那个没命令就待在这儿。 林叔文，快点跟上！蛇出动了，于大顺，到。通知队伍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通知队伍做好战斗准备。做好战斗准备。做好战斗准备。 接上火，一定是李副司令跟共产党领导的卫队打起来了。恐怕李副司令现在凶多吉少，魏云，要不要回去看看？回去？那是找死。这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，李副司令恐怕是回不来了。走。 李靖我是不会投降的。 命令保护你啊！保护我？你是怕我受伤，还是怕我牺牲？快松手，李曼陀！叶系同志，你要是受伤了，我也得受处分呢。李曼陀，这是在打仗，战士们的冲锋了，我也是战士，我得冲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正因为你冲锋，我才得保护你，那敌人那子弹可都不长眼睛的呀！简直是胡来！快松开！不松！松开！不行，哎哎！
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谢谢你啊，叶行，刚才小瞧你了。哎，你小时候练过吗？行了吧你，赶快去把他们掺个脚。哎哎哎。